四号起飞啊，临尾六号大热嘅黄龙大师啊，大热门啊，出闸都相当重要嘅呢只马，喺闸入边啊起擒啊，黄龙大师。好啦，开闸啊，黄龙大师慢咗少少啦，万能之功都系慢啲啊。前面快㗎嘛，埋边呢就係呢隻福杯满上啦。咁出边位置呢仲有呢隻皇帝御令摆前走，最出呢仲有呢隻就带利来嚟㗎。跟住个第四位中档呢就加有利啦，得返八倍啊。响佢外边红衫第五位仲有金威胜内兰大众福星啊。再所后面嘅马仲有上华胜甲啦，内兰粉红衫劲加劲，扫翠欢欣满载好球，最出橙衫呢就係呢个永常胜啊。尾三内兰蓝衫呢就手机王，尾二黄龙大师包咗落尾嘅马呢就係万能之功嚟㗎。开始跑对面直路嘅时候啦，前面带头嘅马匹呢就係呢隻皇帝御令啊，变变招放头睇下得唔得咁啦。跟住第二位嘅马有外面嘅大利来啊，内兰第三福杯满上，第四位呢就金威胜。咁再见到第五位内兰呢就係呢隻大众福星啦，响外面橙衫就永常胜啦，再所后面白衫红眼罩呢大约第七位中档加有利，出面好球啊。后啲嘅马先有欢欣满载啦，上华胜甲内兰尾四到啦，有呢隻劲加劲啊，尾三出面黄龙大师尾二手机王啊，包咗落尾嘅马呢就是万能之功嚟㗎。好啦，过埋呢个600米段处啦，皇帝御令咁依然系放头接嚟咗第一嘅身位啦，进占第二位埋边嘅福杯满上啊，出面骑緊有大利来，第四位骑緊金威胜带甩咗个马群啊，系隻永常胜可以喺出面黐上啲，再后多少先见到中档位置有好球啦，出面追就系呢隻黄龙大师啊，兜到嚟最后200零米啦，福杯满上喺中档直追内兰放头呢隻皇帝御令啊，中间大利来都挨紧嘅啫，最出上紧嚟得一只黄龙大师啊，最后百零米啦，福杯满上已经抛离咗一个身位，得一只马喺后边涌上嚟就系黄龙大师接近终点啦，福杯满上赢第二名黄龙大师啊，第三名啊戴利来，第四名放头呢只咧就皇帝御令啊，都系第四。咁结果咧呢只福杯满上跟守住一个比较主动啲嘅位置，直路将皇帝御令超越，咁啊带甩成个几身位赢，全部前置马得一只跑第二嘅咧就系黄龙大师就后追嘅。福杯满上一有个好档，今次守好位出头啦。黄龙大师跑法比较被动啲，咪追返个第二啦。戴利来第三，皇帝御令又系第四。三三四四你都要指定返三三四四㗎啦。四年玩啲 friend 嚟㗎係。戴利来又系最叻得跑2233嘅。八路一度赢，哇临尾有84蚊，你话都几好分。咁仲有時間好快㗎，嗰隻皇帝御令喺前面怒放啊，睇睇佢預計派彩跑第一名8號嘅福杯滿上，道人派84個半，位置派28蚊，跑第二名6號嘅黃龍大師，位置派19蚊，跑第三名14號戴利來，位置派32個半，連贏位六大八派234個半，三盟彩8號、6號、14號派3619蚊，單T派567蚊，位置機六大八派91個半，八大14派130蚊，五號六大14派91蚊，跑第四名係10號嘅皇帝御令。咁當然今日嘅場地都比較硬，都會偏快啲嘅。四連環690蚊。哇！呢啲1分48秒18咧，高班都唔係成日見到啊。係啊，都要多得真係前面嘅步速太快咯。四重彩19707蚊。即係你話破班制記錄唔出奇，因為抄段速嗰時候發覺話23幾段段快。嗯。咁但係你破班制記錄超過秒一喎，超過秒一。快步速咯，又再加埋个地又硬，咁都追到嘅话，其实嗰啲黄大师都好叻。好早踩有，我见佢都阿莫雷拉。可能都唔想走甩啦，泥地啊！如果一走甩就好多马都去大道啊，咁谂住。我谂啊，拍保都系咁谂咯，走甩就好多马都可以大道，所以佢前面喺度狂放。不過見到佢早段係好積極㗎啦，你過往都好少見到啲馬，即係跑步跑呢一隻啦。係啊，通常佢縮喺後面㗎，有時又出閘又慢啊咁樣㗎嘛，多資助。今日選擇前面走，福杯滿上嘅最好跑啦，一檔咁啊跑翻佢前一次啊李寶利嗰樣嘢咯，又係跑排三檔嘅時候可以好順利咁樣喺個內欄裏邊。上一次係輸啲際遇啦，咁今日排翻好檔遊翻嚟啦，開齋啦呢只福杯滿上。来香港的第一场头马，季初都开始追下佢噶啦，系啊，我记得你都贴过，中间曾经都停过。
因为一早都觉得呢啲马系要跑长咯，咁季初开始慢慢加程嘅时候都试过佢啦，咁当时只系跑到披嘅啫，咁去到泥地千八终于赢啦，哇，赢成两个半马位噶，嗰只黄龙大师咁追上嚟。你见到转弯嘅时候，个个一系就骑住要跟，一系就希望想骑得你哋咁，系最轻松嘅佢噶啦，好大嘅对比咁啊！喺嗰度都基本上都知道系得不你赢，即系除非有咩好大嘅意外。到你来，近期嘅手风都好啲啊！咁啊，而且呢只系内档啊，咁啊，嗰日有啲其实。排二三档嘅马，唔知点解转弯都中意掟到有咁外得咁外嘅，都见到啊！啱啱每日喺呢个跑马地入边，佢咪有得啊？皇帝御令喺前面放，仲一只嘅喺前面带住咁样，咁佢嗰个位好好跟住，睇下早段点跑。巡航影片，咁起步福杯满上就好顺嘅，但系几只慢嘅，劲加劲啦，万能之功啦，同埋黄龙大师都轻轻慢啲噶。不过就唔系话好影响个表现嘅啫。前面走嘅开边皇帝御令啦，然之后大利来出边都想杀埋嚟啦。福杯满上啊，守住个好位噶啦，加油你喺隔篱。再出啲就金威盛啊，然之后大众福星上华盛甲，以为拖落去嘅永常盛啊，唔系喎，全程走四搭喺出边啊，咁啊，结果都好快散噶啦。睇翻后一阵贴栏就劲加劲啦，咁啊中间黄帽嗰只就系欢欣满载啦，最出边嘅好球都慢慢上啲噶啦。尾三就系手机王啊，尾二啊黄龙大师包咗两万能之功。一号嗰只金威盛咧，虽然都唔得啦，但系我觉得佢都摄得相当好啊！呢个位即系罗利亚，佢泥地真系唔系话好特别噶嘛咯。嗯，同埋可能都重磅或者薄咗啦。其他临尾洛菲好劲，嗰只加油利咧直路就阻咗嘅，所以都冇乜点骑嘅。但系都唔系好劲喎，同埋睇到一路沿途跟咧，都系咁样样啊。其实同上次一样系啦，系咯，都系一路跑起上嚟都系咁。咁常胜咁样试就唔得噶啦，我谂住佢可能喺嗰啲黄龙大师嗰啲位啊，点知跟咗上嚟啊？欢欣满载今日就早嗰啲踩，但系就追上嚟个势就唔劲嘅。不过呢啲都系难言可靠嘅马嚟噶啦。追得好啊，得一只就系黄龙大师啦，莫雷拉好早已经咧开边噶啦。但系根本个个喺度骑咧，嗰只福杯满箱就系入到嚟呢度先至开始喐手嘅啫。一比落去已经甩噶啦。嗯。一只加油利啦，一度褪咗落去噶，但系临尾又铲翻上嚟。系啦，骑骑下，跟住咧佢又攞咗喺人哋马尾嗰度咧，跟住佢就抽啦。见能加进呢度又唔知佢做紧乜噶嘛？福榜完毕，派彩作实。位置 Q 六搭八派九十一个半，八搭十四派130元，五号六搭十四派91元。四连环派690元。四重彩系派19707元。